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rlotte， 好久没见了。咁咧，今日想同大家做一個音瑜伽嘅練習。咁我哋咧所需要嘅嘢咧就係一張瑜伽墊。咁之後咧會想同大家做一做交替鼻孔呼吸法 Nadi Shodhana。咁準備好咧，請你打開一張墊啦，然後去到我哋今日第一個姿勢 Child Pose 嬰孩式。首先咧，將兩個膝頭哥打開，腳趾弓同腳趾弓黐翻埋一齊。兩個膝頭哥咧，約略咧好似一張墊咁闊，然後慢慢咧將自己嘅手踭啦、手啦放落地下，最後咧將個額頭放落地下。咁留意咧，將個上身咧放低嘅時候咧，盡量將個 hip 咧唔好升得太高，咁保持咧好想坐落個腳踭度就可以噶啦。咁依家我哋開始。一路咧，將我哋嘅額頭嘅重量啦，向地下嘅方向沉低。請你一路咧保持住呢個姿勢。我而家咧，趌高個頭咧，因為咧收音咧會比較好嘅。咁我哋會留喺度大概兩分鐘嘅時間。保持呼吸。吸氣時咧，空氣去到自己嘅肚腹，感覺到個肚腹脹起，可能你會感受到佢推走咗個大髀少少啦。然後呼氣嘅時候，讓自己嘅身體嘅重量沉落地下多一啲。每一個呼吸咧，都好似幫你再放鬆個身體多一啲嘅。感受到額頭有一個重量喺張肩度，感受到自己嘅手手腳腳、手踭、手心、腳背都喺個地下度。每一次嘅呼氣都容許自己再放鬆多一啲。最後三個呼吸，在最後一個吸氣的時候慢慢捲翻上嚟。咁咧之後咧，我哋會坐落張墊嘅上方，慢慢咧將兩隻腳打開。咁唔需要去到太闊嘅，咁你可能去到90度啦，甚至咧再入少少都唔緊要。咁又或者如果你比較 flexible 嘅話咧，你可以選擇將兩隻腳再打開多啲。咁咧保持自己嘅膝頭哥向住天花板嘅方向，吸氣時咧伸直隻骨，呼氣時咧慢慢向前爬。兩隻手可能爬前咗一步啦。如果再有空間嘅，慢慢將隻手再向前爬多啲。每一個吸氣咧，都感受到個尾龍骨再伸直多一啲。呼氣嘅時候，再向前爬一多一啲。留意到咧，膝頭哥同腳趾咧，仍然係指住天花板。咁我哋唔係需要去到好遠嘅。咁反而想大家咧可以放鬆個膊頭沉翻低，咁可能手踭輕微彎曲亦都可以，45度望前。如果你想嘅話，亦都可以選擇合埋眼睛。我哋會留喺呢個姿勢大概兩分鐘，咁依家應該都過咗一分鐘噶啦。繼續留喺度，好好保持呼吸。
如果咧你比較 flexible 啦，咁可能咧你落落下咧，你將個手踭放低，咁無論佢哋咧手指向前或者好似我頭先咁翹住手，亦都唔緊要嘅，容許個身體可以放鬆。隨時咧覺得太多啦，咁你可以上翻嚟啦，少少啦。唔足夠嘅，再試下爬落多啲。最後兩個呼吸，好一個深嘅吸氣，慢慢推翻自己上嚟啦。好，然後咧，我哋兩隻腳咧拍埋一齊。去到張肩的前方，他們可以打開好像hip那麼闊的，盡量保持膝頭哥彎曲先，然後慢慢將身體向前爬，可以的話請你放在自己的腳旁邊。如果你發覺為什麼坐在這裡好像接不到下去呢，請你再彎曲多些隻腳，或者坐在一個 cushion 的上方也都幫到你的。身體爬前了之後，如果覺得有空間的，你可以選擇好像我這樣將個 hip 呢慢慢一步一步拉後，感覺到自己大髀和小腿的下方有一個拉扯的感覺，慢慢將頭垂低放鬆。大約最後三個呼吸，吸氣的時候慢慢捲翻個人上嚟。咁咧，將我哋嘅肚腹放落地下，我哋會咧趴喺地下度嘅。趴咗落去之後咧，慢慢升高自己嘅心口。將自己的手踭放在膊頭下方，十隻手指中指向前，兩隻腳打開大概肩的闊度，留意膊頭請你慢慢慢慢慢慢用力透過手踭推走地下而離開耳仔很遠的，眼睛可以望前或者45度望下，黐身人面像動作，一個輕微的後彎，我們會留在這裡多大概1分鐘的時間。每一次的吸氣都感受到個肚腹吹大，然後推走個地下多啲。呼氣的時候肚腹收細，好似整個身體的重量再沉落地下多一啲。最後三個呼吸，好，完成之後咧，請你整個人咧瞓落地下度，肚腹向上，
然後咧吸氣嘅時候咧，將你嘅右腳攬嚟心口。呼氣嘅時候咧，將自己嘅手踭彎曲，盡量將個膝頭哥帶嚟心口多一啲。保持自己嘅左腳留喺地下，左腳伸直嘅。放鬆個膊頭，每一次嘅呼氣都好想將個大髀帶嚟肚腹多啲。然後左手攬住自己右邊嘅膝頭哥啦，慢慢將個膝頭放落地下。再吸氣嘅時候，打翻開自己嘅右手，眼睛望右。咁咧，將你自己嘅右邊膊頭放翻落地。咁但係咧，膝頭哥掂唔掂到地咧，唔緊要嘅。如果你發覺啊，撳咗落去，但係個膊頭升高咗嘅話咧，咁我想你升翻上嚟少少，咁將個膊頭放翻低。如果你發覺眼睛望住右邊唔係好舒服嘅，望上都可以嘅。我哋留多喺度大概十個呼吸。亦都建議大家可以合埋眼睛。當你咧進入咗一個息止之後，不妨合埋眼睛去感受一下。好，吸氣時翻返中間，呼氣嘅時候我哋換第二邊腳。十指緊扣啦，抓住自己左邊嘅膝頭。吸氣嘅時候，留意到大髀，留意到膝頭。呼氣嘅時候，將大髀再黐近自己嘅心口多一啲。將個膊頭放鬆翻，右腳保持伸直。然後右手啦，將左邊嘅膝頭帶向你嘅右邊，然後吸氣時打翻開自己左邊嘅手，咁眼睛望翻自己嘅左手，將膊頭沉翻低落地。感受到個尾龍骨轉動緊，好似一條毛巾咁。每一次的吸氣感受到身體，呼氣的時候讓重量再沉落地下多一點。好，吸氣時翻返中間。好，然後再一次攬住自己嘅大髀，你可以揸住自己嘅手踭，將個大髀再近多啲心口，用力抓住自己。同時咧，條頸好長嘅，感受到自己嘅後尾枕、自己嘅背脊、尾龍骨。都在地下的上方。最後三個呼吸。好，然後慢慢咧轉翻自己上嚟啦。咁去到咧一個坐喺度翹腳坐住嘅姿勢。咁我哋會做五 round 嘅交替鼻孔呼吸法 ，Nadi Shodhana。咁咧，我會一路帶住你嘅，咁請你跟住我就可以啦。首先咧，將自己嘅右手手指公放喺右邊嘅鼻哥，咁一陣間咧，你嘅無名指啦會放喺左邊嘅鼻哥嘅。咁首先將拇指掂住右邊鼻哥，撳實，好吸氣時左邊鼻哥吸，好無名指撳住左邊鼻哥閉氣。
打開拇指，右邊鼻哥呼，吸氣，右邊鼻哥吸。好，按住拇指，閉氣，打開無名指，左邊鼻哥呼。第二次，吸氣，左邊鼻哥吸。按住無名指，閉氣，打開拇指，右邊鼻哥呼。吸氣，右邊鼻哥吸。按住拇指，閉氣，打開無名指，左邊鼻哥呼。吸氣，左鼻哥吸。按住無名指，閉氣，打開拇指，右邊鼻哥呼。吸氣，右鼻哥吸。按住拇指，閉氣，打開無名指，左鼻哥呼。好，吸氣，同一個鼻哥吸，左鼻哥。按住無名指，閉氣，打開拇指，右鼻哥呼。吸氣，右鼻哥吸。按住拇指，閉氣，打開無名指，左鼻哥呼。吸氣，左鼻哥吸。按住無名指，閉氣，打開拇指，右鼻哥呼。吸氣，右鼻哥吸。按住拇指，閉氣，打開無名指，左鼻哥呼。好，咁今日嘅練習咧就去到呢度啦。咁如果你想安靜地坐多一陣嘅，你可以停咗個 video 之後喺度坐多一陣。咁希望咧今日大家都有享受到依個過程。我哋下次再見 ，Namaste。